快。陈毅。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我是不是喝多了，然后我们吵架了呀？没关系，我都已经想通了。啊？既然你想让我去做手术，那我就去。那你放得下我？你和我一起去英国呀？那我的公司，公司有蒋江，有小美，有大叔，他们都在呢。那我们还离婚吗？不离了。那我的应激障碍症能好吗？这得看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了，可能我们以为你想要的，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，这得当事人心里清楚自己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才行。快接近了，现在。三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好兄弟，你知道我的性格，所以你不要瞒着我。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啊？所以大家才……你放心，我这段时间也经历了很多事儿，我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，你就告诉我吧。急性酒精中毒，我这是第二次延误航班了。孟奎大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你昏倒了，不能喝咱就少喝点。大半夜的，一群人来医院陪你睡觉啊，你可真行。还不是你带他去喝酒的吗？我拦不住啊。哦，对了，金江，婚礼可以重新举办。哎呦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喂，这里是婚庆公司，您好，哪位？哎，你好，我是 LS 公司的蒋江啊。我这边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，我们沈总的婚礼啊可以如期举办了。想问一下，你最近有没有时间来公司一趟，重新确定一下婚礼流程？对，然后，再来，哎，好，我再打一个。您好，本人不在电话旁，我是录音。这里是已经转行的婚庆公司，如需我重操旧业，请预付全款。全款就全款。哎呦，沈总啊，听说您二位又破镜重圆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那好，那我们就公司见。好嘞。牺牲可大了，这么多年，谁见过我素颜啊？啊，为了给你当伴娘，我豁出去了。魏磊小姐说，为了衬托孟回，今天素颜。啊，你看看。你这叫素颜。哎呀。半永久了，
走，先生。红包肯定是有的呀！哎呀，沈总，来了，来了，来，签字，签字，帮我签个字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哎呀。我在中间，哎呀，不合适吧？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好，好好好，来你们参观一下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参观一下啊！别客气。徐总。您今天怎么会来？我跟沈毅这么多年同事，来喝个喜酒不过分吧？你这效率可不高啊！进吗？